喂，小谷，你在公司吗？正好在，怎么了？咱们活动现场出了点状况，我们台都搭好了，就有他们商场的人突然说，如果场租剩下的钱不到账，就不允许我们用这场地了。活动结束之后三天之内打款，不都说好了吗？是啊，他们这不临时变卦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估计是更有钱的公司想租这个场子，他们才临时变卦，想赶咱们走的。这个场地说好了租给咱们，那他今天就是咱们的呀。这可是咱们海上辩论会第一场营销活动，我现在就给他打款过去行吗？现在不是这个时间来不及吧？这个时间你打钱跨行转账得隔日才到账，这商场是正好算好了这个事儿吧？怎么办呀？你盯住现场，我现在去找秦霄。你快点。不是，你找的这是什么场地单位啊？怎么一点信用都不讲啊？我们是新手好不好？就跟你们一样，他们就是欺负新手。再说了，就你给我那点预算能拿下来还抱怨什么啊？我一会儿就把这现金拍他们面前，看他还敢不敢赶咱们走。你小声一点行不行啊？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抱着巨款呢。你看看你自己吧，走路一点都不自然，你看我多自然。哎，不是，你一会儿再接电话行不行啊？你一会儿再把钱带出来，这大家哄抢怎么办啊？你别当财神爷行不行啊？哎，快点啊！我想到一个营销奇招。